各种大招范围较大的植物在三个能量豆内 PK 满屏幕近卫巨人的盾牌，需要注意盾牌只有一阶，非常脆，植物三个大招只能在固定的瓷砖内释放。话不多说，喜欢看豆区区的小伙伴记得给个三连，我们直接开始。Thank you.